就是以《你的婚姻不是你的婚姻》美丽入围迷你剧集电视电影女主角奖，美丽的美丽夏雨乔。她曾经以《型男大主厨》得到综艺节目主持人奖，首度以戏剧作品扣冠金钟，在喜剧节奏和情感表达之间收放自如，从肢体、语调、眼神都展现出一个母亲身份的复杂性和跨度，一气呵成的表现相当突出。今天有没有机会再拿下一座金钟奖呢？欢迎黄迪亚、阿丁、巧巧、夏雨乔，大家好，掌声尖叫！谢谢大家好。哇，好开心哦！首度以戏剧节目扣冠金钟的心情分享一下，太不容易了。当然是兴奋，然后很荣幸我可以跟同样都是非常有实力的演员们，然后一起入围这个项目，我真的非常开心。而且你在剧中有好多突破，除了造型啊，还有很多的动作肢体之外，有一场啊，你穿着豹纹装跟老公调情的，我只是很好奇啦，你有没有在拍摄之前先跟家里面那一位很专业的对手来模拟演练一下？其实我先生对于我所有演戏上面应该要有的亲密动作，他都是觉得只要我自己放心，他就 OK 的。所以其实当下最紧张的反而不是我先生，是戏里面的先生施明帅先生。他超紧张的。是哦，所以其实是你引导他比较多吗？就是我就会跟他讲说，小帅放松，你想摸哪都可以这样。哇，真的美丽演得非常的触动人心。今天入围真的是非常开心，因为这是我首次以演员的身份入围金钟奖。然后其实距离上一次来金钟已经有10年前了，当时是主持人的身份，希望今天也可以度过很美好的一晚。然后我今天穿的礼服呢是澳洲的品牌Alex Perry 的。然后饰品部分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我自己是比较叛逆的人，喜欢有些有趣的东西，所以特别选择了意大利的饰品 Daniani 这样子。